阮中乡林爱国小伫今日开学日，伊家去年迎接两位的新生，虽然位置偏乡，学校煞积极追求甲社会连结，提供学生多元的学习体验，而且校方嘛阁特别来提供两万块的立学金，予学生会当来买学习用品，那是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嘛予学生会当更加专心到立学习。家企人随着音乐来跳着舞，因食今年要来读原中乡仁爱国小的两名小朋友，因是拢对家企人充满了好奇，嘛期待着未来国小生活。而家长嘛对学校认真办学表示肯定。要来读小学，开不开心？开心。为什么开心啊？因为学校很好玩，我喜欢上课。我最想要上英文。你来国小足好个啊，足赞个啊，超级赞的啊！啊，对，袂歹。拢足好个，老师啊，拢足好啊，这个环境啊，足好个，拢个真好。因为仁爱国小师资很优秀，那办学也很认真，啊，还有 AI 的机器人可以辅助教学，觉得蛮不错的。这摆迎新活动内容是相当丰富，唔然后家企人来迎接小朋友，校方阁有做文创笔给因摸，祝福因学习顺利。而且校长嘛亲身来讲故事给小朋友听，希望因会当伫好好度过快乐的国小生活。今天是开学日。我们学校准备了一系列欢迎新生的活动。第一个活动呢，是我们的凯比我爱你，让学生呢走在这个科技时代的尖端。那第二个活动呢，主要是智慧文昌笔，借由摸这个文昌笔呢，它可以就是聪明啊，再来是勤学啊，再来是品格啊，希望我们小一的新生进到我们学校做一个聪明上进的孩子。那第三个部分呢，是由我们校长来致赠小一，就是阅读新生礼，还有为他们戴上这个状元帽。第四个系列的活动是我们校长带领我们的新生呢进入这个阅读的书海里面。另外，校方也提供每一位立学的小朋友立学奖助金两万块，分作四个学期，让小朋友来领取，希望让因会当来买读册需要的用品。学校还安排了新生入学奖助学金的捐赠仪式。新生入学奖助学金是由关心仁爱国小的校友和社区人士所捐赠，112学年度入学的新生皆可领到新生入学奖助学金20,000元。学校呢会分四个学年度让学生来领取，那主要呢是支应在学生学习的部分。相信呢每一位新生在各位师长的用心教导之下，都能够表现得越来越棒，成为更好的自己。仁爱国小虽然是一间偏乡学校，但校方的用心，相信家长都有感受到。期待学生未来的成长，也祝福他们有一个美好的学生时代。记者谢依心采访报道。